位各位各位，在上一个小时之后，就是西洋人的节日，西洋人的过年，圣诞节快乐。本奶头在这里跟大家说圣诞节快乐，大家把奶头露出来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是我拿到假手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要唱歌，要唱歌。OK。看这边啦，白痴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 Revolver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完全只有一个洋人，全部只有一个洋人，楼下啦，楼下。因为今天是西洋人的过年，所以今天好不容易 Revolver 只有台湾人。洪仲秋是怎么死的？他是自己跑操场跑700圈吗？死掉吗？Bye.
样？你被国民党统治了70年，你还想怎样？男女感情的一首歌，男女感情是一种非常野性的事情，因为你看到一个你想性交的人，你就会想要性交，你不想要性交，你绝对不会性交，这个完全无关于同性恋与不同性恋的关系，因为你今天想要性交，你就是想要性交，有没有？这是最真实的，没有一个人敢面对。有人敢去教育部说，哎，你今天跟他讲说你的性欲是来自于你的基因里面锁定，没人敢讲。我告诉你，心里有个锁定。Thank you.
去要被黄老师念了。小黄老师今天弹不好，下次会加油。哎，黄伟，什么叫怎么好路跑？啊？怎么好路跑？好了，而且要讲一个事情，就是干你啊！如果你觉得你的公司对你很好的时候，你受了伤你就知道了。对，最近因为车出车祸，然后就是才刚出车祸，干你啊都不关心我，就说哎你要不要辞职？这个我太干你娘了，对，击败啦，真的朋友，永远不要相信他妈老板有多屌或者是多造你，就是你他妈受伤你就知道了，你断脑二随便就是干，等到受伤就知道了。你没有小孩，黄奎，你没有小孩哦，算了吧，喝醉，没有老二的时候大家只能喝醉 ，OK， 谁手上没有酒，还是现在旅馆的二楼也没有酒可以喝了，小李。大家酒，喝醉。
抽过的人大多于举手的人，你有发现我们四个团员都没有举手？你最好被逮捕。这首歌，我错了。有一个最爽的 Sativa 的品种叫做 Gorilla Glue， 七七年叫四号。我不知道。
B 顺利。剩多少时间？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，还
最后一首。过得没有多好，然后以为我们自己可以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有一堆击败事情，可是我们都恨到忘了感谢。感谢，感谢 Revolver， 感谢阿丹，感谢直到看见金鱼的眼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在场的所有各位，谢谢在场所有团员的家人，还有女朋友们，虽然鼓手没有女朋友。阿里阿达。下一段。